呢？你好，生活第三季今天正式开录了。哎呦天哪！什么意思？好吧，这连续三个天呢是啥意思？什么？您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和什么态度？传递的就是天呢，居然第三季还存在。我们在社东关乡等你。好，那您赶紧准备晚上的那个新闻稿吧。好。不打扰你了，好，等着你啊，哥，等着你来啊。等着你来。我流量啊，行了，够了。哥，哎，流量，我现在给你换成视频啊。拜拜。你换成视频，我不想看。我们今天来拍一个前传，然后给你打前站，然后设计一下你来了这儿以后适合跳什么街舞啊，什么？拍一个前传，打前站，看看有没有前传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。他非要给你打电话，我没拦住。做的这么散呢？该干活了。拜拜拜拜拜拜啊！拜拜。这个节目太可爱了。你刚才说我们在录《你好生活》，他什么反应来着？天哪！而且他那个天哪的感觉就跟。上一季他念师妹，天哪！对，你这上一季最印象最深的三件事，第一件你把我的狗放跑，第二件就是康辉跳街舞以及那个师妹，太经典了。康辉老师那么正经，面对张磊，师妹，不是你这太生硬了，非常温柔，师妹，当时我都报警了。